我才刚开耶，为什么又开始那个了？救命啊！等一下，鼻子不要，晚安，哈哈，晚安，尾鱼晚安，彼岸晚安，等一下，等一下，萝卜兔晚安，为什么又开始战斗了？我才刚开耶，我只是今天很准时的开播，为什么要开始战斗了？我不懂。QQ 男子你好。维庆你好，大师你好，魏凯你好，思雨你好，啊 ，QQ 蜜晚安，一见就 PK， 我问号哎，我只是很准时的乖宝宝，九点整开播而已啊，我这么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不要理他就好，好，我不要理他了。三内瑞奎你好，一见就看到阿 K 被 PK， 我问号啊，可以不要这样吗？很烦。蒙恩你好，我们不要理他聊天，好，我们来聊天啊。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要聊什么呢？小福星你好，晚上好，晚上好，就是准时开播谁 PK 啊？那我以后不要准时开播，很坏。我今天好，没事，没事。泡泡你好，谁是共玩第一代传人呢？谁是胖共玩第一代传人呢？谁是共玩？欢迎你好，开早安，今天耳环很好看，可爱的北斗七星形状，北斗七星，哦，谢谢志维哥的美瞳，谢谢 ，Hi Arky， 嗨哟，以后是玩三分钟的。我等一下立刻把它关掉，谁都不能阻止我。雷达你好，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谢谢。我看到君主跟前辈的合照，太羡慕了。对呀、啊，很开心耶，很开心耶。虽然还蛮紧张的，真的，真的很紧张。嗯，耳环真的很好看，我看看哦，等一下哦。哦，共玩传人是油锅，油锅你也变成一颗共玩了是吗？啊，这样想想，油锅好像蛮像共玩的，油锅蛮像一颗共玩的，我觉得。九小熊晚安 ，Jimmy 你好，切尔东你好，零零二你好，蘑菇共玩合体的哦，哪里有共玩？没有共玩呢。没有共玩 ，K 你好，一进来就听到，谁也别想阻止我，关掉那个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的对战，这莫名其妙的对战。谢谢志伟哥的麦克风，谢谢志伟哥的麦克风，我跟那个三郎公帮吗？阿 K 不要乱 diss 粉丝，共玩是。爱称欸，共玩才不是 diss 呢，共玩是我喜欢你，你才会是一颗共玩，没错。我应该换一下头贴，换个共玩蘑菇，好啊。你的头贴蛮像一颗共玩的，没有没有像共玩，没有没有。可心你好，谢谢偷摸的歌王麦克风。所以君主直接叫前辈蘑菇啊？我没有啊，我当然没有，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嗨嗨阿 K， 哈喽，怕爆！安安阿 K 上，哈喽，汪阿公你好，晚安。卡木伊，谢谢你的仙女棒。好，我换，好啊，你换。贺喜贺喜，黑人问号。谢谢 Pokenaga 上的蓝色应援棒。所以你喜欢我有，怕爆也不要。你不希望我喜欢你吗？那你希望林杰喜欢你咯，怪不得我当不成共玩。彼岸的心脏是一颗共玩形状的，你的心脏已经变成共玩形状了，已经变不回来了。又 PK 没有，我一开，因为我今天太准时开播了，然后他就开始 PK 了，我也觉得很问号。
谢谢汪阿公的枫叶。蘑菇前辈，谢谢彼岸的戳戳你，因为你的那个心脏变成贡丸形状，所以你要戳戳我。谢谢自伟哥的皇冠，自带皇冠特效，自带皇冠特效的我。吉娃娃你好，夜雨苍城你好。阿 K 最想和谁合照？最想和谁合照？这很难呢、欸，最想和谁合照这件事情很难呢、欸。谢谢 K 的告白气球，今天有怀跳的不错，谢谢。这个要让我想一下，开展你让我想一下，我要思考一下。对不起，我挖坑让自己被泡了，没关系。关。谢谢志伟哥、彼岸 K， 还有博格那个赏，还有高龄92的汪阿公，谢谢你们。我已经关掉了。谢谢志伟哥的哦哦，是什么？面见你好，贺喜夫人。我是贡丸夫人吗？那贡丸是谁？Ben 你好，为什么我的心脏长得跟阿 K 的脸一样？没有一样啊，只是这样好像好一点，对不对？这样好一点吗？今天的是不是我特别亮啊？我今天在发光哎、欸，我今天整个人在发，我今天整个人在发光哎、欸，怎么会这样？关掉了，关掉了，你被阿 K 寄生了，我没有寄生好不好？我又不是寄生兽。Happy Love 晚安，找到飞你好，谢谢灭界的枫叶，谢谢 K 的新之冠，玫瑰阿 K 大好き，蘑菇逛完耶，下一颗什么？下一颗就酱油比较好吗？酱不会太暗吗？酱比较好吧。没关系啦，就是这样很亮，没办法、啊、我今天就在容光放换容光焕，因为我今天特别容光焕发啊，你要这样想一下，我今天太亮眼了，佛光普照，今天太亮眼，对不起大家忍耐一下，我今天太闪了，对，我今天太闪了。但你背后是不是有插电？没有啊，没有，因为太远了，哪有阿 K 跟太阳一样亮，是有阿天线宝宝吗？天线宝宝，天线宝宝说你好，耶！我是阿 K， 突然变成幼儿台，怎么样都很赞。好的，阿翔你好，他以为神恐没有，我被闪到就焦掉了，小心你们的脸，油光普照，哪有油光啊？哪有油光普照？难怪一直温暖我们。我觉得我这个名字不错，很可爱。想得意的说容光焕发，卡斯烤更完好吃，自己说好强哦，我也觉得很强哎、欸，怎么办？哲哲你好，康金主消失，这么亮还让我戴个墨镜，还是要，哦，好多了。早说嘛，狗狗，早点出来啊，早点出来就没这个问题了。好，很好，今天狗狗要陪伴我的直播一整天了，请各位多多指教。艾莉尔你好 ，Martin 你好，你一靠近我，下意识就觉得很痒，怎么办？很痒是什么意思？我是过敏源啊，我不是尘螨。其实太阳的脸换成阿 K 难以想象，蛮可爱的啊，那个宝宝太。好像有一只蚊子，怎么办？吓得我抖动。好像有一只蚊子哎，怎么办？我现在很适合被蚊子叮吗？没有啊，我今天还那个哎，我今天去看医生啊，我还抽血，你看超痛的。这里，你看这里超痛。我今天去看病，然后被抽血，痛痛。请帮我叫救护车，没有救护车，
阿凯还没来。龙骑士晚安。什么？点了头贴才知道是什么梗。女主的衣服上写什么 ？Celebrate for holiday， 耶！可是现在还不是假日啦，就是一个开心而已。胖丁你好，信伟你好，谢谢萝卜兔的新之冠。刘伯温你好，原来这是狗的功能，没错，没错。李天你好，桃花哥晚安，阿瑟你好，你把他炸了没有？干嘛？我还以为什么奇怪的生物靠近君主，看到蚊子反应这么大，我最讨厌蚊子的，因为我很容易被叮。先直播跟蚊子战斗十分钟，不行啊，我觉得我赢不了，现在全身好痒哦，都是那只蚊子害的。我觉得现在很痒，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很痒，怎么办？啊！谢谢羊妈入股的掌声鼓励，杀了他！不要，请炸虾君吃掉蚊子，吃，帮我吃掉，帮我吃蚊子，拜托，好可怕！燕龙你好，大家不是很爱打蚊子吗？前搭档爆料的，我没有，可是我的技术没有很好啊。你要庆幸不是会飞的什么小强。我家怎么可能会有小强呢？阿丽奶奶，干嘛 ？Holiday is coming soon. Next week, Moon Festival 是吗？中秋节是怎么样？中秋节是下个礼拜吧？我很难呢、欸，你现在叫我调，我很难调。我现在没办法，现在无解，我可能只能下一次再探讨要怎么改。你现在叫我调，我也调不了。妈妈很在意我今天看起来脸很圆。有阿 K 就是放假。好了，我写得很烂，只好叫姐姐来坐旁边了。不行，阿 K 打完的习惯用手打还是用电蚊拍？用手啊，电蚊拍要一直挥来挥去的感觉不好打。深色衣服容易招蚊子是吗？下礼拜五是哦，下礼拜五就是中秋，真的。就是晚上好，这晚上好。那憨憨或武藤呢？我没有理由糊弄君主，好的。就抱着狗狗吧，你不是每天都很圆吗？我哪有每天都很圆，哪有？超傲娇阿 K， 不是啊。友情姐姐没有姐姐 ，QQ 你好，我想想，横山贡丸，横山贡丸是怎样啊？阿 K 老师可以把大家烤来吃啊。你有哪天不圆自己说？有吗？今天还好吧？今天看起来蛮直的、啊，蛮直的，蛮窄的、啊。皮卡丘你好，用手打才会弄脏手吧？是啊，可是不知道哎、欸。金主每天都圆就惨了。金主是任性，不是傲娇。对，我是任性。不过今天看起来真的特别圆，一定是快中秋节的关系。什么？有吗？有吗？今天有很圆吗？很圆吗？有吗？今天有很圆吗？真的吗？有吗？这样好一点吗？我亲爱的头发赞助，每天都圆代表每天都在笑，是这样吗？君主安安，好想君主安安 ，Jack 安安，今天看起来很尖，很尖吧？阿勋你好。今天的直播好像特别延迟，是我自己的问题吗？没有，我的直播延迟是正常的，因为我会念每一个留言。蛮宅的，原来我们很像宅宅。用手打才有什么急杀加一的 feel 吧？是吗？剧组就是任性，剧组说的算，我背起来了。赞，博弈你好，风风你好。这样北斗七星耳环就不见了哈！你们这样子让我很难。反正你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圆得很可爱，有吗？龙龙你好，我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思念我们的宅君主。
阿环 TTB Festival 你好，今天很漂亮，每天都很美，谢谢开展。这样就不远了，红心皇后，剪刀你好，今天的刘海484有点意外，什么意思？我的刘海怎么了？我今天到底怎么了？指定的寓意写到了，怎么样？好看吗？好看吗？时时刻刻分分秒都很美，谢谢。好怀念以前试跳的 Lucky， 几乎素颜吧。以前的我，以前的我真的是很素哎、欸，都不会化妆的人，是个不会化妆的人。虽然现在也不太会化妆，可能今天没有平常圆，因为我把头发，我把脸遮起来了，因为把脸遮起来了。你看我把脸遮起来了，遮好遮满就不会圆了。我才刚把头贴换成新老婆，等一下又要换了。你的新老婆是谁？她很可爱。我跟老妖说她母汤，叫她回来好好爱君主。不用了，我已经跟她离婚了。当然好看哦，还有三猫的朋友呢。呜，封印的美丽。阿 K 最近有去看电影吗？最近没有，最近没有哎、欸。有推荐的吗？原来是头发的部分，没错，离婚了。爷奶你好，怕折工会难过，君主认真的吗？他也没有来跟我解释啊，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吗？超派，对啊，他这样哎、欸，结果他这样哎、欸，什么意思？是真子的直播啊？不是，倩你好，你好爷奶你好，刘国欢迎回来。看完了，哎，姚哥，你换什么奇怪的照片？两个黑心组由我们大家抱起来，好的，谢谢你们。这大头贴也太传神了，哎，拉近最多位是怎样啊？拉近最多位是怎样？黑姐进的告白气球，雨喵推荐，再见了，什么再见了？纯小葱穿在演的那一部。哦，是哦，已经上映了是吗？那我有空的话去看看。好 Q， 美丽的红心皇后，为什么我是反派角色？我想当正派角色啊！这张太棒了，哪有？刚刚的他这样，所以他这样真的是任性很可爱。对啊，他自己先的啊，好像鹦鹉，哪有？头天有传神到原神，很可爱吧？问号，你的滤镜开很重哎、欸。倩你好，杜狗你好，最中二啊，不是最迷人的反派角色阿 K。你不是自己说是红心皇后？是啊，可是头顶头发乱了啊，真的耶，真的耶，因为反派角色才可以可爱又迷人呢、啊。哦，五脏小次郎吗？超棒的，下星期来看天气之子吧。开什么？开约了15日早上啊？对耶，那部我也还没看，也是蛮想看的，还没有时间去看。贵阳阿虚午安，晚安。刚刚头上出现呆毛，啊，怎么让头上出现一根呆毛啊？太大了，不行，要小根一点。不行，头发太长了，头发太长了，呆毛，头发太长了，呆毛起不来啊。感觉肌肉酸痛，回家赶快吃感冒药，还好吗？感冒吗？结果君主我在赤坎楼遇到日本游客，我不小心说出了吃，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等法，这是
刚睡醒吧？是吗？制作呆毛的过程比较呆，是吗？很可爱耶、欸！啊，之前一直很想试试看，就是在直播的时候绑这种，只有一小撮起来的头发，可是没有勇气。其实我本来想要绑两只啊，可是我觉得两只太蠢了，我觉得我应该绑不起来，所以我没有想绑两只，我只想绑一只，像这样，这种很可爱，真的吗？好怀念阿 K 的宇宙人头发型，宇宙人很久没绑了耶，我只要快感冒自己就会知道，真的，我不是故意的。那你要早点休息啊。刚睡醒肯定更多呆毛是吗？两只不叫灵异表演师的发型吗？可是又不太一样，再小小错一点，一只也很可爱，两只就变小朋友了，这样蛮可爱的是吧？真的吗？两只无法啦，两只就米海沙了，我觉得我当不了米海沙，虽然我还蛮喜欢米海沙的，两只感觉不行耶。超怪，不行啊！这种触须头难度很高哎、欸。因为现在低一点，稍微粗一点，这样吗？两只不好看，就是来要不好看的。不行啊！我只想要一只，一只比较可爱。我喜欢户田惠梨沙的米海沙，我也喜欢户田惠梨沙的米海沙。户田惠梨香讲错了，户田惠梨沙谁啊？户田惠梨香的米海沙，长大的海沙，对啊。总之我截图了，我来当雷姆。雷姆很虐，雷姆最后不是那个吗？为了米海沙，然后就死掉了。那不要一只一家的好不好？不好笑啊！不要一只一家好不好？问号，也太冷了吧！卡卡你好，今天的发型很单调，就是一般的放下来，医生你好，对啊，为君主献上心脏，这么感人，我两行泪要滴出来了，有锅，不好意思，你的人整耍冷，什么地上外套，谢谢外套，我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出国，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哦，我也好想出国，可是今年大概就是没机会了，我觉得，可是今年其实今年还算好，还有坐到两次飞机，不然平常的话大概都是一年一次而已，今年还有坐到两次，虽然都是因为工作。阿 K 握手会见好，其他又好紧张，你好啊小恩，谢谢你来握我，还没来，谢谢你来，谢谢你握我，握手会见，见鬼你好，我以为一家会准时来，其实一家可能还在工作吧，我才阿 K 是去捐血吗？我想阿 K 的血不是捐血，我去看医生，然后被抽血，要验过敏之类的样子。吴一凯你好，走吧，我们去日本，我也想去啊。但是飞机惊魂记，对啊，很可怕啊。我是蚊子。不见了，它很奇怪啊，傲娇的蚊子哦。那带阿 K 一起出国，想去。汤米你好，一家可能因为开学了很忙。对，有可能。倩你好。开学的一家会不会是开始忙了？有可能。Rock 你好，非常紧张的什么？跳错，说错词。
浪客你好，大爷你好，杰利鼠你好。难道炸虾君过敏？没有啦，应该是尘螨吧，我猜。我来准备个洋芋片，就等阿 K 直播打蚊子。打不到啦，打不到。老师真辛苦，对啊，跟蚊子对池实验，太紧张了。啊，迟到好久没关系。好想要订个闹钟，什么订完机票隔天就出发这种事情，我只有做过订了机票然后两三天出发，我没有订机票隔天出发过，没有。 Round One 害我想到日本一个很有名的夹娃娃机连锁店叫 Round One。 之前怎么确定对尘螨过敏，这是需要验更详细的吗？不知道就是可能又过了一两年，可能还要再验一次看看吧。旅馆你好，哪里有饭店没换吗？饭店，我今天午餐默默吃了711的什么明太子干泡面，根本没有明太子味。明太子干泡面有这种东西？有这种东西吗？哪一家的？还是你对小晴过敏？没有啦，小晴没有啦，应该是娃娃的尘螨之类的吧。你，这只面包狗，我就是对你过敏啊。没有，最爱你啦，我最爱你了，知道吗？我最爱你喽，旺旺。旺旺应该算是 Game Center 啊，对啊，算 Game Center。超商都骗人，帮 QQ 饭店。当天订机票饭店，哇，也太当天了吧，这么厉害。黑人问号，你的头贴很厉害。只好舔下嘴唇了。今天我们学校国三模拟考全校超安静的，真的。你才国三而已吗？这么小，年纪这么小。真的骗我，这个可以，我下次看到拍给君主看。好的。人格分裂，又是我。黑子你好，小雨你好，上面有阿 K 爸爸。谢谢萝卜兔的歌王麦克风。其实我国二而已，真的，好小吗？好小啊！欢迎晚安，我们才13岁啊，也不老。也是哈，我们才十三岁。好年轻，对啊，好年轻啊，还可以啊、哦，臭老人在此。你说你自己老，这样不对吧？那你就等于骂到我，还有宇智波洋，还有北极冠宏，还有泽公也是吗？是吗？臭，君主感叹岁月不饶人。很不知不觉，我觉得自己明明好像还没有很大的说，莫名其妙就变大了。阿 K 才国一，快叫学长，学长好。泽东也是哦，他跟我们一样，他如何如何。学长好，会不会全校只有我认识你们？有可能有可能。那你是为什么会认识我们呢？为什么？雨喵星期五直播那天期间限定三岁，这么小，那我也要星期五去看他直播啊，这么可爱。我高二，尾鱼也还很小啊。1997年以前生的各位，我对不起你们。切尔东你好，教学长无路，我们是明太子高校马路学员，马路炸虾学员好了啦。然后我们的武器都是炸虾。我在背后放一只炸虾的那个木棍。我好相信老人，不会啦，你们不会很老。上礼拜五，不过你可以随时叫他演给你看。好啊，感觉很可爱，感觉很可爱。甩一甩面衣还会掉满地，那也太香了吧，感觉会被香死。但学校我有知道有人也喜欢 TTP， 真的
所以我才跟各位对不起哦。我会不会是年龄层最低的粉丝？真的蛮小的，真的蛮小的，有可能哦。武器都是大虾什么？面衣、肩、足、气、液、伤害、戳伤。我在看什么啊？这句看不懂。面衣血啊，面衣血血，足液戳伤，足液戳伤什么意思？泰文你好，背后拿出来是情史吗？炸虾高消，上课没有椅子，只有油锅，也太痛了吧，也太痛了吧，没事也要被炸，也太痛。啊，足以拿谢可晚安 ，Happy 的欢迎回来。不小心就会滑出去，没关系。我跟雨林说，我只有国二，他也说太年轻了吧？对啊，很年轻哎，很年轻哎。陈宇你好，不要去吃人家尾巴，吃好吃吗？差点尾巴就不见了，人家明明打雨喵。不要乱吃啦，不是才对尘螨过敏啊？对哈，对耶，不行吃了，打你的尾巴，坏尾巴怎么可以诱惑我去吃你的尾巴呢？幸好还有油锅，偶像的迷惑行为，刚刚怎么念雨林？我看错了，我看错了，没关系，看错的，看错正常。晚上了，晚上眼睛不太好，很容易会看错字。Ken 你好，烂客859欢迎回来，没事没事，没关系。冬天的时候不怕冷，你说因为是一条尾鱼吗？怎么没有带狗上节目顶？太大只了，面积太大了，很难很难带，面积太大了，很难带。晚上夜障中我懂，对啊，晚上很容易夜障哎，不知不觉就夜障，夜障。因为我今天中餐吃超饱，然后我晚餐就只有吃水果而已了，好久没有吃这么饱。职场关系吗？谢谢志伟哥的新之冠，所以君主晚上好好睡觉。我刚刚还直播前还有睡了一点点觉，因为今天很早起床就起床，很早讲什么？很早起床去医院看病。蔡夏君被遗落在角落，没有没有，都在这里，我很爱他的。我好怀念妈妈排水果，没错，就是妈妈排水果。他又来个中二的 pose， 吃饱才好啊。可是吃太饱，因为又不想浪费，然后就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对，因为他是角落生物。老周你好，我去吃那个我很久以前去吃过的那一家很辣的那个德式香肠意大利面那一家，我去血池了。对，然后我这次把那个面全部吃掉。很棒吧，蘑菇逛完都会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可爱的鸭子你好，我都早上吃比较多母汤，早上才可以吃比较多吧，感觉越晚吃越多，感觉越容易胖哎。志伟欢迎回来，哈哈哈，只好再去吃一次，再去吃一次。你们觉得好吃吗？我发现在阿君在旁边，阿 K 的脸对比起来比较小，真的。那你给我今天待在这了，你不准再动了。你这只炸虾君今天只能待在我的肩膀上了。
记得上次才吃不到一年要复仇了，11个月。我发现那篇 po 文是去年的10月 po 的，所以已经11个月了，很可怕，时间过超快的。Kathy 你好，我现在三餐都要少，除非那天有跟团出去，不然一直都坐办公室会胖，一直坐真的很容易会那个会变胖胖。现在都要走出来才能看得到阿 K 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走出来才能看到我？为什么？一生监督你一人，你好，一定要啊！庆欢迎回来。大太君都偷偷亲我，你看都偷偷亲我啊！你为什么要偷偷亲我，张大军？你以为你偷偷亲我，我就不会发现吗？确实是什么吃大辣吗？就是吃，吃他原本没有，因为我上次太辣，然后我大概吃了剩下1/4左右没吃完吧，然后那个时候店员还问我说：“哎，今天的餐点味道还可以吗？”这样我就说可以，我就说很好吃，只是太辣，我吃不完这样子。挑战吃光，对啊，草莓酱晚安，张小姐表示问号，金耀你好，晚安。就是有听过大王麻辣干面吗？有啊，我有听过，我觉得我应该没办法，所以我没有去吃。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啊，它的那个面感觉很 Q 弹的感觉，好想去日本啊！看到什么买行程的客人真的很羡慕，我也想去。他很担心餐点不好吃，很好吃，真的，我觉得一家说不太辣，什么？真的假的？一家吃这么辣？超辣的，我真的不行哎。可以点不辣，真的。谢谢金佑的看好你。日本麦当劳又出期间限定的甜品了，看起来很棒，什么口味的？那我们出发吧，翘班。我也想啊，可是感觉现在最近会很忙哎，我觉得。那要挑战鬼金棒的高辣度吗？鬼金棒真的是一家我一直很想去吃的拉面店，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去吃。真的超好吃，看鬼金棒的。小红花你好，坤坤你好，婆婆你好，主播晚上好，晚上好，季佛亮晚安。我只敢吃不辣的那一种。那你没有跟一家分着吃吗？满月灿星你好。一起下班去什么弹丸旅行，我觉得可以，感觉我如果要去应该也只能当天来回之类的吧。感觉听说卡拉给有新口味的，上面写鸡心帕，真的、啊、我只有看到他有出一个叫什么联名的，叫什么恶魔的饭团之类的口味，感觉很棒。没有，那是道具。是啊，什么时候竟然没有互分享互食互喂食啊！好辣好辣，给我水，太辣了吧之类的小剧场。上次接机接完就去踩点了，真的好想尝试看看台湾如果开 Lawson 不知道如何，希望可以开 Lawson， 可是开 Lawson 也不一定会有那个热食，我觉得。感觉不一定会的。突然安静，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不会有熟食，结果多了取货，呵呵，就变成台式的楼层。应该会吧，我觉得，毕竟台湾真的蛮多人会买网购的。有开就每天传照片给阿 K， 可是阿 K 的点十个有八个都是甜点饮料店，还好吧？还哦，对耶，对耶，怎么办？因为食物的话要拍，感觉我会想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每天都在吃美食？所以我比较少更新那个一般的食物，比较常更新甜点或者是饮料。你现在听到一家母汤的故事吗？金没有没有，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然后鬼金棒吃完吃剩完。鬼金棒好吃吗？没吃过。这个阿 K Love 你好，最怕朋友突然关心。我们朋友超，我的学校超多活动，感觉会超累。真的、哦？明年吗？明年会有什么活动啊？国三会有什么活动啊？模拟考之类的吗？然后忘记三首线的进站音乐了，没关系。的确几乎没有正餐的店家，那我会努力在正餐店拍照，让你们跑点，努力跑点，忙到忘了没关系。结果子民每个都变成肥仔，哎、欸、哎、欸，不行不行，我要那个，不能让你们变胖胖，都是高热量的甜点。黑哥你好，我已经是了，彼岸你这样说。你这样说对吗？你明明很瘦啊，很瘦很瘦。不会啊，很瘦哎、欸。对啊，明天想去看什么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对，2020，好快哦。之前说要办的时候还要两三年，结果现在就已经2019，好可怕。我也蛮想看的东京奥运，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呢？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我还没踩过君主的点，下次来台北好好的踩踩起来。你可以跟开仔一起。回程你好，好像听到阿 K 叫我了，哈，叫你什么时候？东京奥运沙喜有票，好羡慕。对啊，他有票，很厉害耶，超厉害。君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开学还好吗？冬奥抽的朋友好像全灭了，一起。舅舅你好，明天我爸说有机会带我去什么冬奥，超兴奋的，真的，这么好，这么好。中重什么有对于鬼金棒 and 圣王评价很高，而且圣王常常有限定菜单，真的，那我下次要去吃吃看。我们被点名了。希望以后什么台南也有阿 K 的点可以踩。台南比亚是台南人吗？嗯，可是啊，对，台南，我上次去台南有踩什么点？我想想看哦，台南，我上次去台南有去哪？我看一下哦。嗯，台南我去哪？台南。台南我有去吃一个臭豆腐，是说有酸辣口味还有蟹黄口味的，可它的蟹黄好像是红萝卜打出来的感觉。我有去吃这个，我觉得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它分量蛮多的。这个臭豆腐这是我上次去台南有吃的，然后还有他一家叫那个摩西摩西的店，饮料店吧，我点他的抹茶一个不知道什么鬼的一个抹茶珍珠的饮料，这家我觉得还不错喝，抹茶蛮浓的，然后还有去
吃一个炸鱼什么的，炸鱼的一个啤酒口味的炸鱼的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小摊贩吧，好像是在不知道是哪一个街，把我立马起来。这个炸鱼的一个什么什么东东的，然后它是一个小摊贩，这个还蛮好吃的，它的那个鱼很香，有那个一点那个啤酒酿的味道。然后我还要去林百货，有去林百货逛，我去那个林百货逛逛，然后还有去赤坎楼啦，赤坎楼，我跟赤坎楼合照，然后还有去哪啊？还有去那个美术馆，美术馆是叫什么啊？啊，奇美博物馆啦，奇美博物馆我有去，奇美博物馆我有去，对，大概就去这些地方吧，差不多。什么？嗨嗨，你好！哦，上过节目的鸡玩偶，对啊，它很可爱，它是那个炸虾，它是角落生物里面那一只炸虾，很可爱。阿 K 想参加哪个奥运项目吗？运动我比较没有很在行哎，我可能只能当观众帮忙加油，啦啦队的概念。那也要他强来试，我爸是羽球教练，有比赛几乎都会带我去。哦，很厉害的感觉。苗栗有可能有点吗？苗栗我好像还没有去玩过，下次有连假的话，以后回家踩点就很方便。怎么那么多台南的人呢？记得台南记得要去吃花见抹茶。好的，我也想踩个什么张师傅臭豆腐吗？好像是。可以放 IG 吗？我想要踩那个照片，太久以前了，可能无法。台南很多街，比下来他就是踩点，踩起来。林百货去过很多次，踩点成功。Chicken Tawa 是吗？那个还蛮好吃的，我觉得。Kiki 你好，蘑菇果然没想到你已经默默的踩点那么多次了，默默的，在我去之前就踩过了。君汉你好，台南的美什么？美术馆新的盖好，君主可以来。真的、有新的美术馆是吗？好啊，小时候有去过赤坎楼，莫名的喜感有吗？好啦，他放旁边。我的工作是一定要踩的。看到没看过的日常阿 K， 好开心耶！开心，好想再去玩哦。我刚听成绞肉生物，绞肉生物听起来太可怕了吧？什么炸虾？刚刚怎么好像也在看阿 K 的手机屏幕？好有趣，有吗？苗栗没有地方玩吧？是吗？可以推荐给我啊！我只想到草莓，采草莓吗？阿公回来了，阿公欢迎回来！新的我传截图给你，在星光三月后面，好啊。思雨你好，我觉得可以。怎么变白啦？不行耶，不行，你不能在头上。怎么晚上好？你好，狗狗，对啊，是狗狗，面包狗狗。可是它在我的脸附近会让我人变白，所以它不能待在我的脸附近，它只能待在我的这附近。晴天你好，现在在做旅行社，只有什么？只要有团来台南，几乎我都要去带，因为你是台南的在地导游，感觉就很厉害，知道一些私房景点。我还以为要跳舞了，没有。下礼拜要带一团台北的去四草，
搭船，四槽在哪里呀、啊？四槽，你的抱抱。第一次看到赤坎楼是在社会课本上，我也是。You 你好，谢谢阿 K Love 的告白气球，我可以偷渡君主私房景点，可以。我想要美食地图，如果大家有各地推荐的美食，请传给我。赤草就是台南的出海口哦，原来如此，第一次听到，哎，好酷哦！彼岸的新之伴，君主得了什么采茶一离身就变苍白的绝症。采茶，你不能离开我，你只能待在我的身边，一生都只能为了我而活着。抱好抱们，就是当初成功登陆之地，今天翻资料看到的，哦，这么厉害的地方！旅馆欢迎回来，阿公欢迎回来。哎，对了，握手会的登记是不是已经截止了？是不是只有到九月二号啊？印象中。丽卡公主你好，某个礼拜五。到二十号哦，这么久哦，到二十号，我还以为只有到二号哎，我自动省略那个零啊，是二十号，哪里好的？那要这么快啊？是哦，啊是哦，还没吧？不要吓我，干嘛？你还没登录哦？你怎么可以还没登录呢？啊，是 mini home 截止的，对， mini home 只有到八月三十而已。不过君主要来，我推春秋夏天，太阳太大，就像现在。好的。到二号，我现在只能哭了，不哭不哭，眼泪是炸虾，不能哭。吓一跳，没事。幻影战士你好，心脏停了一秒左右，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卡卡你好，就算是二十号，我也不能去，恨啊！两条泪泪流下来，虽然有序号，但不能去。有序号但不能去，也太虐了吧！那你的序号怎么办？夏天的台南根本烤炉，不然就是今天的天气，午后雷阵雨，感觉很闷热哎，真的假的？按照阿 K 的记性，公司要倒了。没事的，我是一个很成功的经营者，大概吧。我是一个很成功的君主。因为我国中而已啊，对，真的很闷。不过我相信高雄也超热，我觉得台北还是很晒，就是出门还是会觉得太阳大到一个要烧焦的地步。嗯，阿 K P 连什么？有几个成员都记不清楚，我记得啦，我记得啦，我自己选的，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今天什么突然下那场雨，害我差点不能回家，真的、哦。我上次的西装真鞋什么，真那么像总裁？亏上次西装真鞋这么像总裁，哎，我还没有看过西装真鞋，我好像还没看过，哎，很帅吗？啊，你说那个吗？拿着胡子的那个吗？不要记得记错开球时间，不会啦。看来我生错年代了，没事。最近很常会下雨，台风要来了。对啊，香港也热到融，真的、哦。还两个怕包。我骑车到一半下大，阿 K AKF48 团有几位啊？我见 AKF48。不是只有阿凯一个人吗？印象中是吗？科技大晚安，
林杰星你好，杰星晚安，辛苦了还要停下来穿雨衣。对啊，官方释出的拿胡子的，我们不是直播版吗？对啊，你们是直播版，你们不一样。咦，那我要移籍了。哈，你要移籍去哪里？我索性不穿了。你要移籍去哪里？你要离开我吗？怎么可以？小心别感冒。对，希望礼拜天不要下雨，我都准备好相机了。你们会来吗？开心。你们会来吗？我直播版四六兼量 AKF 天是吗？谢谢杰西的枫叶，坏的坏的，嗨柯基，啾啾欢迎回来，哈哈好，期待见到你们。虽然感觉球场很大，我好像还没有去过哎，球场好紧张哦，怎么办？好紧张哦。有序号不虐重也是年纪的问题。大阿 K P 的新团是吗？等君主帮我认证，帮你贴好。继飞鸟洲之后，终于又可以去桃园球场了。对啊，诗雅的爸爸好像是棒球手，真的，真的，真的假的？这么厉害，这么厉害！我要贴机波板跟 AKF48， 哈哈。你要那个吗？坚韧，坚韧，可以，可以，帮你贴。酱布丁你好，油头哥你好，以前没看过球赛吗？没有。从来没有，所以很期待第一次。第一次真的，原来诗雅的老爸那么厉害，感谢君主认证，下次改名了。好的，认证。不记得，只记得有个成员的爸爸是棒球手，不是那个吗？是那个吗？之前。TP 时期的时候，陈琳吗？是吗？我不知道哎，我没有听过。也对，以前都是共玩大食王冠军。哎，我以前真的胃口很大哎，我以前胃口超大的，但是现在就是开始吃少之后，我发现。我就算想要吃很多也吃不了那么多，就很难过。陈琳吧，君主的爸爸也很厉害啊，有两个那么棒的女儿。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TP1 时期的时候有一位。对啊，想起来了。是啊，现在可能一人不够。谢谢庆的看好你，这样才好吧，吃少一点。可是就是想吃美食或者想要去吃吃到饱的时候，就会变得很不划算，不觉得吗？很难过哎，我希望就是我如果不继续当偶像的话，我要把我的食量练起来，我要去吃遍各地美食，对，从一路从台北吃到屏东，然后再一路吃到日本去。两位钢琴那么厉害，不是吗？是的，陈琳爸爸是陈志远，对，大胃王，没错，我想成为厉害的大胃王。我觉得啊，悲伤都会帮你们改名称，好像解名的话就变成阿 Kiki， 对啊，我是阿 Kiki， 好害羞哦，这个昵称很可爱，不觉得吗？阿 Kiki， 最喜欢听啊悲伤叫我阿 Kiki 了。不会哦，看到阿 K 就饱了，看到我就饱了吗？这样对吗？好伟大的梦想，谢谢啾啾的玫瑰，很可爱。君主刚开始会觉得日本食物很咸吗？我觉得拉面类的很咸，拉面类的有点咸，对，我觉得。
就是味道很重，然后很浓，然后又有点咸，所以在日本的话，我比较不常吃拉面，对，比较常吃就是沾面，这样没错吧？而且有说阿 Kiki 都会教他，对，没有那么厉害到教啦，没有那么厉害到教啦，真的。Kevin 你好。我比较喜欢诗雅的叫法 Arky 很难念呢 Arky 还有雨林阿贝桑每次都说 Arky 的气质很好阿贝桑才是好不好很喜欢阿贝桑真的我真的超喜欢阿贝桑的拉面汤头是真的比较咸那就来份扫把或搜把或者是乌冬吧沾面大好，我也喜欢沾面，超好吃的。意面，然后加点白饭。沾面看错了，沾面加点白饭太多了，那个碳水化合物太高了。玉祥你好，博多沾面大好，我喜欢吃面屋五藏。日本的面屋五藏好吃手机上缅甸的晚安好友快充电晚安每次都另外加点明太子明太子也好咸哦要沾什么不会很淡吗讲到荞麦我想到了崩面 Soba 吗荞麦面好久没吃了，好想去吃哦！好想吃，好久没吃了。不会啊，煎鱼露就很够味。对啊，前几天在看 F1 赛车，声浪真的超热血，比赛也很精彩。赛车哦，感觉很帅。我以前很喜欢玩那个赛车的游戏。对，但是我比较没有在看真实的赛车那一种的。荞麦面，对啊。杨雄你好。澳门看赛车。阿飞唱说阿 Kiki 不管做什么都很有气质，而且唱歌跳舞都好。哪有阿飞生？阿飞生，不行不行不行，可以，嗯，好，没事。F1 以前的声浪更热血，以前 V12 气缸现在只有 V6。嗯，是哦，感觉好，好专业哦，看不懂。嗯，阿贝三要毕业啦，又太可惜，别提了，别提了。嗯，阿 K 先离开，要去看书，好哟，读书加油。武藏台北没有吗？高雄不少，台北有啊。可是我觉得台北的味道跟日本的店的味道有点不太一样。不要欢迎回来，不哭不哭。不过阿 K 什么，读书也大概跟阿贝少差不多，不是真的完全看不懂。这个黑人问号，你很棒，不要哭好。没关系，有机会我再好好跟群主介绍。好的。就是阿贝桑宣布那一天，就是刚好我们也是有舞蹈的练习，所以我也在公司。然后我是舞蹈节练习结束之后，就是才知道这个讯息。然后我就超级忍不住，我就超级忍不住，我就是啪就下来了。嗯。
然后就冲去找阿贝桑，然后我就抱着阿贝桑，然后就对，很难过。然后阿贝桑就说，就是看到我为了他哭，他觉得很开心什么的，我就怎么可能不哭啊？我很喜欢阿贝桑吗？对啊，然后我就很难过，我就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真的是快要疯了，跟我得知才杰宣布毕业的时候一样。没有阿贝，我应该不会知道 TTP。对啊，我那天看直播也吓到，阿 T 不要哭，我没有哭啊。小爱你好，我是看直播公布毕业吓到了。像这样，对啊，超夸张的那一种，眼睛瞬间瀑布上升，对啊。杰瑞说欢迎回来，之前都没有说吗？没有说，我是那天知道的。嗯，我知道有坐在地化，不是把味道弄淡那一种的。连锁店还说还算是在前段班。嗯，阿贝纳基，龙骑士欢迎回来，当下哭到什么都掉妆了吗？绝对花的，我的眼妆不知道去哪里了。大概 T 四看到他现在，很久了，很久。阿贝桑没有想到会有人因为他而哭，所以才会那么开心。不是啊，真的会觉得就是觉得很难过啊，因为觉得还没有，就是觉得好快哦的感觉吧，就是觉得阿贝桑很在身边很安心，可是好快，就是怎么突，就是很突然，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很难过。当初我也就是在找阿贝桑的近况才认识 TTP， 所有人都抱着阿贝桑哭吧。我跟小晴，我跟小晴真的大爆哭。而且重点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小晴说她没有想哭，可是就看到我就开始哭，她就忍不住，她就也开始哭。然后 Mina 就看到我们两个哭，然后 Mina 也开始哭，然后大家就哭成一团。我那天也是很错愕 ，PP 才正要起飞，不过也是珍珠。2010年初代进母是游戏。刘伯承你好，真的好快，虽然好悲伤毕业，不过我会继续支持你们，谢谢你 JunJun， 谢谢 JunJun 的 Love You， 谢谢 Jack 的新之冠。我真的希望阿悲伤能再带 TP 登记，可是其实阿悲伤也带十年了，其实真的蛮久的了，真的蛮久的。Hello 你好，我是看木曜日邮差看到阿悲伤超正妹，然后就追踪了 TTP。 啊，是这样子啊。小贝你好，变成谢谢你们晚安。冉翔浩你好，谢谢小Ben的 kiss 啾啾，谢谢游柏承的枫叶，阿飞桑的立刻就代表 TP 要交给你们，大家都要更加加油。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什么歌王麦克风，谢谢艳红的看好你。但是很开心啊，就是我的 mini concert 跟阿贝桑在一起，所以练习时间也都会在一起，然后上次的818也是跟阿贝桑一起，对，其实我算蛮幸福的了吧，就是我很多活动都跟阿贝桑在同一场，一起，就是我觉得已经算很幸福的人了，真的。AKB 的时期生只剩下入三星那个江城林奈，对啊，惨了好感伤，快第三位生只直接给君主到女神22件，我没有22号，我是有14跟21，伊豆也毕业，还没以后要靠队长了，还有一级的豆女神，对啊，君主晚安，哭泣了晚安。他在 BNK， 没有，他现在要去 CGM 了。身为舞蹈担当，以后就交给你了。
阿贝前辈是带你们的，当你们到最高峰的阶段带领的导师就要离开了。嗯，我刚被别人吸走，你被谁吸走啊？你被谁吸走？太一集了，对啊，我不能去现场看，只能看别人拍的。十四剑答错了，耶！十四剑 ，Happy 的欢迎回来，那还剩三个，想我们学生跟老师的概念没错。Rex Tai 你好。阿基塔你好哦，以后一起生门就是最中间的力量了。炸虾也是啊。我是说本家因为斗公演斗神不会出现，嗯，可是入山信奈不是现在还在墨西哥吗？还是要回来了吗？还没吧？原来如此。要传承阿贝桑给你们的。对，还在墨西哥，以后叫气殖民了。气殖民变三个字，我称刘杰明变气殖民了。大家好，把你的心染成明太紫色。我是 AKB48TV 的气殖民，超奇怪，请大家多多指教。杜山不知道何时会回国，对啊。阿基有去过阿贝桑的家了吗？还没，还没。气质丹丹，期待入山回国。共完名不是共完啦，志伟不是，不是。十七只有加藤会来送他。嗯，突然就改了自我介绍，一秒就改了。安宁当初说要去墨西哥多久？感觉太久了吧？真的蛮久的，嗯，蛮久的。姐姐明明，阿志晚安，记得去个牛奶糖玩。好，可是就算继承也什么抛弃不了中二什么啦。而且阿贝桑就说就是哎，阿贝桑说什么忘记了，我讲什么我忘记了啊。阿贝桑说就是以后他有在台湾啊，所以以后还是可以一起出去啊之类的。想要一起出去玩，然后就很想要跟阿贝桑一起去迪士尼之类的，感觉就会很好玩。不知道国中毕业后能不能可以自己去比较远的地方正常去活动的。加油读书，加油。我读夜校的时候老学生不爽跟老师呛虾，可是要毕业的时候跟老师道歉。那学生还蛮懂事的啊。他的歌晚安，喜欢猎奇的杰明。猎奇的杰明是怎样？已经超过了。四川美智应该不会去台湾接他。毕业之前至少要去找牛奶糖。我也觉得。天气阿姨之前，为什么阿姨之前说上海演唱会在11月9号？11月9号那还要一阵子。什么？什么？所以退团？才不是呢，哭泣啦，才不是呢。大家一起去阿贝桑家住一晚，感觉蛮不错的，女子会的感觉吧。因为她是最高龄的。迪士尼要出国又比较难，我也觉得。最高龄是羽苗，可是看不出来。谁？说到迪士尼的事情，要跟君主说什么事情？伯母，什么事情？艾强你好，什么东东？没玩过这些罐头，你可以多玩几个啊，蛮好玩的。选错性别不能改了，耶！选错性别不能改哦，真的假的？这么严格哦？再过一年，君主也要步阿布的后尘了。什么意思？你在讲什么？库吉拉，库吉拉，你在讲什么啦？你在讲什么？哎 ，SK 那位才是最高。
一些旧旧的枫叶。雨漫已经真的看不出来，我去改回来了。真的吗？可以改得回来吗？哈哈，这是前天下来的公文。东京迪士尼的夜间游行直到明年三月。真的假的 ？Shock！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傻眼。SKE 最年长的是须田，不是柏木最高吗？不好玩，没有送真奶，没有送真奶。为什么迪士尼的夜间游行只有到明年三月啊？我们刚刚讨论的不是本家吗？再过一年你就跟阿布同年，想交男朋友？我哈，我那么多二次元男朋友，我那么，我已经每天都有二次元男朋友在身边绕了。再过一年你就什么？是伯母不用在这边讨论吧？而且我还有一堆炸虾哎、欸，我身边那么多娃娃，我不能花心啊，花心他们就会难过，就会闹脾气。我说名字 SKE48，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在，真的很可惜。说话注意一下分寸，拜托。阿比较想要去环球影城还是迪士尼？我两个都想去，可是我还没有去过环球，所以环球我也是蛮想去的。对，这家是拿来吃的，这家不是啊。而且还有雨喵这个男朋友，对啊，我还有雨喵啊，而且我已经有老婆了，我不行花心。我不能花心，所以还没有去过迪士尼夜间游行的各位把握机会哦。那我希望我可以去一下，明年三月前如果可以去日本的话，我就要去一下那个夜间游行。最大是今年要退的箱子，我刚改的那个英文是小林爱香推特账号哦，原来如此。我如果得知结束理由的话，会再告诉君主的好哟，交给你了。其实气子明为什么会加入 AKB48TP 呢？为什么吗？因为我是 AKB 的粉丝啊，从国中喜欢上他们之后，就一直是粉丝啊，我还买超多专辑的，虽然是台压版的，我的这个柜子里面有蛮多专辑的。刘哥欢迎回来，上次已经毕业了吧？刘波兔欢迎回来。不过这几年 KB48 都是跟环球影城合作夏日的活动，对，所以蛮想去看的环球。我高中只会玩什么？赛尔号，赛尔号是什么啊？台亚版的也很棒啊，我的本家专辑也都是真的。对，考泰已经毕业了。午餐是你，还好啦。以前有投过总选吗？没有，台亚的专辑没有总选的序号。偷跑被发现了，环球的票又涨了200元。不，我忘记说，没关系，没关系，少吃一份卡拉给坤的话就可以去玩了，可以。哇，好棒！结果从粉丝变 AKB 姐妹团成员，对啊，很开心。虽然当时要报名的时候，本来没有要报的，本来没有要报。但是后来还是想说偷偷看，反正也不一定会过嘛，反正也不一定会上嘛，对啊，然后结果就走到现在了。去年有投了抹茶，可是今年就没有办了，可能去年世界总选就是可能就最后一次了吧，可能。闹事阿公你好，我今天帮游戏实况组做封面，虽然是他台很久认识的。真的、哦、这么厉害，帮那个做封面那么厉害。小秀秀你好，发现做这个行业也不错，可以跟君主什么随时禀报旅游资讯，很棒哎！这样我以后要出国前来找你问问。
差一点就只能在雨田向左走向右走了。对啊，可是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哎，现在想想觉得好像也不错。嗯，有你真好。哎，油锅突然冒出来，有你真好，突然冒出来。PJ 你好，写家养的玫瑰跟 W， 不会吧？我都还没有投过阿 K。去年我推的成员终于又回旋吧，我已经无憾了。也很多成员什么，也很多范成员成为成员的例子，好像本家也蛮多这样子的样子。因为今天没有什么工作，边缘人也不用跟别人聊天。阿中你好，我觉得先进 AKB 比较好，阿 K 太棒了。先进 AKB 比较好。有特别喜欢 AKB 哪个成员吗？我之前是因为我入坑的曲子是 River， 然后那个时候 River 的时候，我觉得那首歌很好听，然后舞蹈很帅，所以我想去学那首歌的舞蹈，然后我就买了那个神曲集，然后里面舞蹈教学的那个影片里面跳 River 的成员是指原，就沙喜这样。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是先喜欢沙喜的，对，然后就一直推他，对，对，嗯。对，所以其实我从超级超级久，就是沙喜还没，就是还在 under 的时候吧，就推他了吧，嗯，蛮久的。我透过阿提还记得每天要去官网跟卡提诺，太久以前了吧，好害羞哦。现任长监督也示范考试，还有最高分，超厉害，还。刚刚那个蚊子往我脸上打，冲过来，他是想要偷亲我吗？太可怕，攻击性蚊子。他刚刚这样子，直接冲到我的鼻子附近。神曲集收录的歌都是神曲，对啊，超棒的。对啊，每天投阿 K 还跟朋友安利，这人这么好，人这么好，所以应该让你进 WRD 48的。可能时机未到，两条泪流出来。他想要吃贡丸，不要乱吃贡丸，不要乱吃。他朋友来握你，人这么好，哇，难怪阿 K 跳舞这么棒。可是其实我跳舞是自己练的，所以没有特别去上过课，除了加过三个月的热舞社之外，三个月的热舞社之外，对，其实基本上是自己看影片学舞练出来的舞蹈，所以其实也不能说到多专精，但就是因为我跳日系的舞蹈比较多吧，比较没有在跳那种 hip hop 或者是 girl style， 只有学过一点点而已，所以比较专攻日系的那种舞蹈。嗯，蚊子想壁咚我，不要乱壁咚。那只蚊子是调查兵团的，不要这样，不要乱吸我的血，可怕。一家晚安，一家下班了，一家。我还没什么亲过，谁敢亲你？他听 Perfume 的歌也喜欢 Perfume 吗？我觉得 Perfume 的歌很棒啊，很好听。谢谢俊俊的枫叶，晚安，下班了吗？真厉害，我根本智障。蚊子想让你变尖，可是油锅不是要跳舞给我看吗？玉人晚安，阿凯晚安，戴口你好，俊你好。而且你们去上海竟然有唱《军红太阳》，那时候也是有在神曲集，对，有，超棒的。大圣你好，卡拉晚安。舞蹈刚融并济超厉害，很好，有天分加努力，自己练了很多。下班刚到家，辛苦了。小飞鸟你好，晚上好，是深蓝色的衣服吗？崩丢会让我的脸变得很白的深蓝色衣服，所以我今天一整个直播都要抱着它。跳的时候记得叫我。阿中你好，自己挖了坑自己跳也没有办法。杰明你好，今日一切可安好。
今天很好。好哦，根本一团乱，怎么了？还好吗？Celebrate for holiday， 没错，庆祝吧，白到发亮，对啊 ，Tina 你好，好久不见。话说有一位新生有点神似品，神似韩寒，新生，什么？你说你带的小小萝莉吗？你带的小萝莉吗？谢谢啾啾的歌王麦克风，有放假吗？阿 K 的耳环闪亮，北斗七星耳环。突然想要在柴犬肚子上画画，不准觊觎我的耳环，哦，不是，讲错了，不准觊觎我的彩彩。刚看完林姐姐姐的台，就被你点点点了，不要对小乐乐乱来。放什么假？警车刹车的问号。哎，暑假。君主怎么知道是小萝莉？应该是吧，应该是吧，感觉上是吧。阿瑶瑶你好，感觉就是国小之类的。我眼光放远点，我什么？我觊觎你。Alex 你好，就爱是北斗七星，可爱吧？九三军人节放假，你是牛排吗？黑人问号，我很想问很久，你一定是牛排吧？不愧是君主，竟然知道我刚说的是你的耳环。当然啦，下车不是刹车，这个阿奇是本部。热车啊！看错了，为什么热跟手长那么像？为了你，我愿意排队。介绍那只是彩彩吗？我想抱。对啊，是彩彩哦，面包狗狗，很可爱。Nina 提早关了手机没电，然后插头无法过电。那你要不要赶快先关掉充电啊？我觉得手机电那个太少不好。宠物你好，其实我对彩彩的肚子一点兴趣也没有，对君主的比较有兴趣。不准觊觎我的肚子。我上礼拜有去台南放松一下，那你有去哪里？君主有在活动年纪看过，有看过年纪小的粉丝吗？好像没有，还没有小乐乐来握我哎，没有小乐乐跟小正太来握过我，还没有。到时候再会合哟。陆婷你好，想看头顶彩彩可以啊。可爱死的母堂，对啊，夏尔你好，夏尔，你跟谢尔有关系吗？米娜手机是充不起来，真的。妻子名家里很多娃娃吗？很多，因为我很喜欢在日本夹娃娃，所以我只要去日本就会去夹很多娃娃，好可爱，对吧？好棒，有没有去吃抹茶？谢谢俊俊的掌声鼓励。初见安安你好啊，韩小杰你好。有老乐乐，谁是老乐乐啊？我要成为下一个，我要先成为明太子姐姐才可以吸引小乐乐跟小正太。来跟着明太子姐姐画圈圈，三角形，叉叉，左边，右边，游泳，睡高高。小朋友很棒，我们再来一次，画圈圈，三角形，叉叉，右边一下，左边一下，睡高高。小朋友好棒哦，小朋友好乖，给你两颗糖果，糖果给起来。什么？难道彩彩也是假的？当然啦、啊！下次阿 K 什么抱一只真的彩彩或哈士奇？不可能啦，不能不能！日本娃娃好多，我想要再去秋叶原，我也想去。阿伟你好，我是跟家人跑地方，只是去嘉义时有踩点嘉义王的点哦。去日本夹很多娃娃，那房间会不会摆不下？不会，我是双人床，我的双人床的一半都是娃娃。
当机科的就有的夹娃娃。明天姐姐好 ，Hello。阿吉一直这么有元气，真是太好了，耶！右台吗？没错，直接下前面跳，拜托给了下记录。跳起来要睡高高。请问上次直播的发型是叫什么马尾啊？上次直播的发型，上次直播我是编那个辫子在侧边，我不太知道那叫什么发型哎、欸。再一个正方形，原来是 PS 手把，哎、欸，不是，我是不会做这些动作了，我会直接开码。这么凶凶，一家这么凶凶，帅搞搞问号，变亲子台了，配个七七，接着最后看就来准备第二职业的厉害，我不要我不要，我第二个职业我要干嘛？我想一下，还没有想到。谢谢姐姐的糖糖，声音好萌。阿 K 老师要抢七七，老师又就要翻了完，没有没有哦，没有哦，我是只限于那个明太子幼稚园，对，我是明太子幼稚园的明太子姐姐，对，你先跟七七学一下，转职大人是你，可以跟七七一起当水果姐姐，不行，我要当明太子姐姐，谁都不能阻止我当明太子姐姐。阿 K 我来了，道明你好。不是正太，呜呜 ，N 年前我也是，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君主很适合去日本当声优，我也希望我可以去日本当声优。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想要去声优学校上课看看，这是我的梦想 and 目标。我们有个七七姐姐，还有贡丸姐姐，我是明太子姐姐。阿 K 握手会女粉丝好多。比起来好像其实我也没有很多，应该说比较平均，就是男生和女生的粉丝算比较平均的，嗯，和其他成员比起来，其他成员好像都是 男粉丝比较多的样子的样子。哦，什么还有握手会吗？有啊，9月29号只要有买我们的第二张单曲 TTP Festival 里面，它那个背后有序号，你刮开它就有给你一排序号，然后你就上网登记，输完序号之后就选我的名字登录，你就可以9月29号就可以和我握手，没错，可以去买一下哦。有趣的话我也要。君主跟吉珠一样有女子力，女方很多。其实还蛮开心的，其实，嗯，蛮开心的。秀秀夜游可以待3-4个钟头，929去找阿 K 玩，好啊！谢谢你，开心开心。离开团子这么久了，都什么节了？谢谢一家的新之冠。第二职业不是在现在宅在家补番吗？可以可以。头上柴犬担心。掉下来不会啦，不会，它不会掉下暗纹。希望是好位置。啊，会去现场看君主，期待明太子幼儿园专任教师。哎，不好玩，都用粉丝账号还被认出来，你太容易认了好不好？你很容易认的牛排。上次直播发现好像有人说像爆米花，谢谢一家的新之冠。对啊，蛮像的。明太子幼稚园的明太子姐姐兼任园长，日本竞争太激烈，对啊。阿吉是霸道总裁，学生应该会想要逃，不准逃，不准逃，会，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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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你的声音很适合配动画。来喽，我们一起 go go go！ 日常延迟，当声优感觉很有趣，可是声优压力很大，而且竞争力很大，嗯。嗯，寻找留言中，明太姐姐会把小朋友装扮成角落生物吗？感觉很可爱，感觉很可爱，感觉可以耶。兼任园长老大，对小孩来说，贡丸姐姐比较好理解，真的吗？樱桃妈你好，阿 K 猜猜看晚餐吃什么？晚餐，
咖喱饭，感觉不是。人豪你好，魔女饭我骄傲。要戴墨镜。说到吉竹文，想要问预想预不吉竹到底是什么鬼？是什么鬼？有人可以解答吗？君主的声音很好听，我爱上君主的声音了。我有准你爱上我的声音没有？谢谢你，科技男。打字前什么？要变一下才比较不会。四八从来都男粉多，个别成员就女粉多，真的。顺便穿上黄线条西装，我来朝圣了。我还有两张没填，怎么可以没填呢？一家怎么可以没填呢？我要握君主，谢谢小飞鸟，谢谢你。期待。对，阿 K 女方好多，而且感觉都帅帅的，都帅帅的吗？帅帅的吧，有锅是蛮帅的呀。要在我面前唱七彩的油锅吗？油锅，七彩油锅唱起来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问号，我也是。原来可惜得上班，可惜。梅汉子姐姐要照顾栗子婴儿吗？可以啊，栗子是我女儿哎、欸，女儿儿。我只想跟吉珠握手，可以十指紧扣哦，真的。炸虾，面包狗狗。像这样子吗？你好，谢谢你来我的握手会。这样子吗？点名看到几点？我习惯叫名字，叫错号不习惯。我今天开到11点。刚刚后面的小姐妹也有新之冠，你好可爱。对啊，小姐妹也有新之冠，一直都有，一直都有。等等来填一下，填起来。还要整理短头发，我也想去握君主啊。那天为什么要带团呢？讨厌翻滚，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的，我会在第四部跳。那我应该要期待很久哎，第四部哈，好吧好吧，笑死。第一次跟鸭子拍拍的就是，你有经过我同意吗？牛排你这样断吗？牛排牛排你有经过我同意吗？你怎么你怎么可以跟哈？怎么可以这样？但如果手会根本选择困难，而且荷包一直哭，对啊，因为一张只能，对，一盘只能跟一个成员握手，这样对滴滴来讲非常的困扰。提示是跟阿 K 有关的食物，明太子乌龙面。阿 K 想不到第二职业做什么，可以去做钢琴家或老师呢？可是，啊。可是也是可以考虑啦，但是还是会想要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感觉，以前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之类的。嗯，就两张而已。刚叫我吗？玉祥，就跟我爱上爱美的声音一样，并不是。爱美很棒哎，阿 K 加油！从你什么组团出来就看你努力到现在，觉得你是 TP48。最棒的成员，未来也要继续努力，有机会一定去的。好的，谢谢你。但是我们现在叫 AKB48 Team TP 哦 ，TTP TP 哎 TP 这样吗？我们现在是 TP 哦。阿 K 下次什么戴墨镜直播，那你们就看不到我嘞，这样可以吗？我有帅吗？我是憨吧。蛮帅的、啊，七彩的油锅唱起来哦！还没填阿 K， 赶快填起来啊！陆婷，赶快填起来，快快快！你不是读唇语的时候说越想越不吉足？不是，我真的看不懂你在讲什么啊！没填鸟妹单还是哪个没填？所以看君主的直播，你都跟我一样只听声音不看画面吗？什么叫只听声音不看画面？什么意思？你给我看一下画面。油锅家眷，哇！我妈妈跟女儿太感动了，呜呜呜！不要哭，不要哭，眼泪是这些。已经有油锅之歌了，不要再七彩的油锅，还是彼岸要唱七彩的油锅。
还是彼岸，还是一家唱七彩的油锅。现在叫大家唱起来，七彩的油锅。一直按错进出多次，哎呦，没事没事。我记得之前在活动看到阿 K 什么，一个阿 K 的女发很帅，不知道是不是油锅？是吗？是油锅吗？狗狗的手太短了，很难紧扣。阿 K 也有很多漂亮的女发哦。我觉得明太子帝国大家都长得很好看，大家都很可爱，对我来讲都很可爱。第一个跟我十字紧扣的是君主耶，好怀念。真的吗？没有，一起来吃土吃到饱。一部大概全部都很想我，对吧？佳吉你好，我填阿 K 整个不习惯。你填阿 K 好害羞哦。我上次跟吉珠就十指紧扣，不要那个散发仇恨值折功，怎么可以这样？接着我要跟小阿 K 去散步咯，不行，小阿 K 要睡觉咯。牛排是跟鸡子，不是跟老婆啊啊，鸭子鸡啊啊哦，看错了，对不起，看错了，我是不是很有空？我去买 TTP Festival 的时候就吃了明太子乌龙面，真的真的好吃吗？明太子对，但不是乌龙面，那是什么？我上次也被自家握了三分钟，好好哦。以前没尝试过的东西，感觉阿 K 很多东西没尝试过。对啊，阿 K 感觉就是什么九十五 K 的那种型，可以吸引很多女粉，什么意思啊？我带团进去握阿 K， 带团，带团什么什么带团 ？TTP 48。哦，好抱歉，没关系，没事没事没事。我排第二个，还是很谢谢你一直有在关注我哟，谢谢你。工作中看直播真爽，居然还在工作吗？辛苦了。马雕克你好，9月20要去高雄什么？要去高雄什么？高雄什么？怎么办？我找不到留言了，救命啊！嗯，在哪里？哦，去高雄什么祝生祝寿生日？上次我们王爷生日的都来帮我们祝福。眼泪是猪猪麻药，真的很爱猪猪。怎么听到很母汤的话？什么很母汤？彼岸一家换你们了，永远救命！唱起来嘛，很期待耶！不要哭，不要哭，眼泪是珍珠，再哭变成猪。眼泪是炸虾，好吃好吃，我跟你进去就好了。金主还会 Q 人 ，Q 起来，来不能只有我冲到黑历史，我好期待哦，怎么办？佳吉你好，你们来个情侣对唱，你们是屋顶哦，像屋顶一样还要对唱是吗？金主为了降低其他成员的血压，我已经帮你安排好读唇语的课程了，我也要当气质名的女范了。哇，开心，谢谢你，俊俊。Miso 你好，就不会有花絮的，就是您跳还是您跳就好。阿 K 羡慕了什么后？哎、欸、嘿，那我下次要抽到合照，羡慕死你，不准。被阿 K 的中二吸引了，什么中二？什么时候看到应该不是我吧？大家一起来才欢乐啊！对啊，你们要那个三声合唱哎、欸，三声部。最后一步结束，见上司，大家一起跳好了。我期待哦，你已经说了，一家我已经截下来了，我已经拍照存证了，拍照喽。AK Bingo 有一集把成员分成四种类型，其中一种就是 UK 是哦。现在国二开始有理化，怎么觉得我完蛋？理化还蛮难的，我觉得。加油！突然想要彩雪的背上涂上黄色芥末酱，不要！你以为它是大亨堡哦？才不是嘞！不要这样。今天找不到留言了，怕好多哦。四月生日会排我前面的，我是45号，是吗？我上凌晨班开始连接车香港。哦。辛苦了，辛苦了。好，那是我44号，有过44号。我今天晚上就吃明太子鸡翅，这么好吃，这么好。大家一起跳起来 ，AKI Festival， 耶、yeah! ！
各位你好，感觉很像，怎么感觉像自肥？居然阿 K 语气，居然是这样吗？严旭旭你好，蘑菇逛完十字紧扣就是什么爽？我真的没有要自肥。人品君你好，还好我都没有跟君主乱发誓。我可以当不是正太的女犯吗？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明天模考最后一天，加油！模考加油！是大家哦，他们不跳我也没办法。不是一家吗？跟阿 K 十指紧扣，然后我就会，超用力啊、哦！没有，不会，很温柔，很温柔。阿胖额头七公分，你好，我是摄影师。杨雄你好，其实有认出你，但是我不好意思认清。你是呢？你好，什么？晚上好，嘉宏你好。原来阿 K 也可以十指紧扣，不行啦，我的十指紧扣只属于老婆，不行，封印了。屁屁跟弟要两只手一起。我很怕我跳完油锅之歌就没有时间讲话了。好，那你要边跳边讲啊，边跳边讲。借君主台这边问一下，好哦，下次有机会再认。网络卡卡重开一下，好哟。下次去台北，我要带君主 T 去，这样容易认清吗？可以。君主 T 穿起来。看家玩，欢迎回来。有人礼拜天要去看棒球，还没买票，需要跟我这个边缘人一起做的吗？有吗？有人还没买票吗？刘工欢迎回来，别人欢迎回来，罗伯托欢迎回来，卡卡的，真的吗？现在有卡吗？之前看优大奖的握手会，他都是十指紧扣，有。边跳边讲也太难了，不是有歌词吗？对耶，有歌词。阿凯欢迎回来，飞鸟也是啊，可是我没有看过阿美的。突然想在柴犬的身上放烧黄瓜，不要偷吃它。奶团蛮多都十指紧扣的，飞鸟也是。现在顺，好哟。阿凯音乐厅穿起来，骷髅你好，晚安。好羡慕跟飞鸟握的人，阿凯晚安。跟君主和什么？跟君主和女儿十指紧扣，要叫救护车，就是我失血过多，不要救我，我失血过多，不要救。可是阿妹没有十指紧扣，所以还是好好撩君主就好。你要撩我吗？那我期待一下，你撩我，我期待。谢谢滋伟哥的新滋冠。心灵你好，有设置连要去奶团的握手会，有画面，救护车回家咯。还是君主要变身黑执事救我吗？我要变身塞巴斯青吗？嘿，看好好奇家人怎么说应援题啊，他们觉得很可爱啊，而且后面还有一只 Yaki 讲超可爱的，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的握手会了。什么一家？阿 K 很期待被撩，要我撩你们也是可以啊，但是我要思考一下要怎么撩啊。可是我不是这样子 type 的人啊，对啊，我不是这样子的 Kara 啊，撩人的 Kara 我不是啊，我好像不是吧。我之前在群组贴的奶团握手会影片里面就有，我也想呜呜应该很快就被推了。我救护车回家感觉好可惜哦，就是你可以派我去救他，去求分享，不要啊，这次因为其他行程才顺利去台北握手会。奶团饭太多了，回单位咯，之后去看四六怎么参加握手会，这次握手会不能撩，只能逗你笑。唱歌吗？萝卜葱欢迎回来。思考严
钟七秒结束，也太快了吧，就这样结束。还有我想到比较可怕的那方面，嘿丢嘿丢丢，我之后也要来研究详细内容，我就等握手会说吧。好的，原来官方规定两只手一起握是这个意思哦。我想给阿奇聊，请传授我君主的绝招。哈，君主的绝招还没想到哎。阿奇奇直播到几点？到十一点。谢谢阿奇豆腐的 love you。听说跟什么四八不一样，要来研究。我说回家用词比较可爱。君主，你干嘛骂我？没有啊，根据你的十指紧扣吗？开到十一点，对，十一点。其实明太子乌龙面其实很微很微。对啊 ，TV 说要两只手一起，我全部都想要，你全部都想要。虽然应该会累爆，那我也想要被撩，是我也想要被撩吗？啊！我想想。2251了，要先睡了，明天还要上课。好哟，谢谢你来，早点休息。杰力厨，谢谢你。你说去，好凶哦。好啦，不凶不凶，给你两颗糖果哦，两颗糖果。谢谢萝卜桑。钓阿 K 叫鱼喵传授比较快，需要。先拉阿 K 国文，我看错了吗？然后再去握君主哦，伸手干嘛？今天晚上吃明太子鸡翅的时候就想到阿 K， 这么害羞，有个话题还蛮撩人的，期待看到阿 K 脸红的表情。好的，我努力，撑住。四八我不清楚，不过全程应该差不多。阿 K 觉得不轻易外传，握手会有规定不能要求你们做什么，那我可以唱歌给你们听吗？可以吧，应该可以吧。唱啊，你要唱七彩的油锅吗？看看当天握手会的状况，报名被撩，奶团还是什么蓝图？蓝团，你只要放电就好了，只要放电就好。好，我思考一下要怎么办。好，等等看哲公怎么说，我全部都要。甜，讲到这个，我反而想要看杰星唱歌给我听。那我也可以跟阿 K 十字紧扣咯，然后张翰俊就会把你那个手指剁掉，变成惊悚片。张翰俊就会说：“你怎么可以问我的阿 K？ 我要把你的手剁掉。”然后你就我的手指变惊悚片。如果阿 K 那列斯大夫好的话，应该没问题。他说：“等等要跟我说，好期待。”有没有想要加入明太子烂一群的？等等可以让私讯你，感觉很贵。七彩油锅比油锅之歌难，跟他够熟应该可以，所以可以指定阿 K 放电吗？哈，可是我不是这种 K 啦。好啦，我思考一下。阿 K 在握手会遇到直播中认识的粉丝吗？会啊，你如果报名字的话，我会知道。你有报名字，我会知道。百货公司里吃的确实不便宜，我全都要。哪位仁兄看太多酒品芝麻官？张家军有肩膀就好了。哎，不用等张家军，阿 K 现在已经很想把我的手剁掉。没有，不能叫成员唱歌。QQ， 百货公司的食物真的很贵。阿 K 好可爱，谢谢黄鱼。阿 K 的存在就是放电肌肉。油锅竟然会这样讲，呵，好啦，油锅很棒，我会蒙面继续找你的。那你这样子我就看不到你了，怎么可以？君主记忆力惊人，都等不到女儿，还好我有报名。听到君主记得自己，真的眼睛差点变瀑布。我也想被阿 K 撩，一旦握手会，你跟你老婆吓到，你被你老婆吓到，对啊，他太帅了，吓到。
还是可以打完招呼不讲话，直接盯着阿 K 看，可以啊，我就会一直盯着你看，我会一直盯着你看。谢谢龙骑士的歌王麦克风，卡姆伊晚安。那个太有阿 K 感了，还是点了。可以饭水偶像，希望我的荷包有一天能把大家都握一轮，握一遍。那可以不要握手对看就好，也是可以呀、啊，也是可以呀、啊。被君主一直盯着看，太害羞了吧？这个我无法，会吗？会吗？对啊，十指紧扣，四目相交，感觉很赞。盯到你心里发寒，盯到你的心脏会变成明太子的形状。阿 K 见电哦，好的。阿 K 跟可以跟阿 K 来个鬼脸比赛吗？握手会的时候，你确定你要浪费握手会的时间在鬼脸比赛吗？看阿 K 直播再睡好了，真的吗？真的吗？这样可以吗？明天会不会太早起床会睡太少？他都说不跟我们十指紧扣，先去明太子幼稚园接女儿，把女儿接起来。可是官方不是有规定就是只能这样子吗？握手会给阿 K 带领，听起来有点母汤，会吗？那握手会来跟阿 K 玩接龙梗，可以啊，一边演绎一边进去，我不要，我会笑出来了，我这样没办法深情对望，我会笑出来。阿 K 阿子，什么啊？君主两步会穿不同衣服吗？这是个好问题。他那个真的什么？他那个真的什么？真的无敌？哪个无敌啊？可是雨姬波羊就有啊，雨姬波羊不会让君主撩心的，担心的。姐姐十一点关吗？对啊，接哥啦，不是接龙。好啊，那个没有人能敌，握手会可以握多久？差不多，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多久哎、欸，我也不太知道到底多久哎、欸。不能双手分开握及禁止十指紧扣，最近很红的那个。两只手是因为穿红电视开始？问号。那是什么？我没有用 LINE 哦，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在用。谁叫我掏耳朵？配握多久是以财力来计算的？以财力来计算吗？这次去日本握也是双手握。朱莉恩你好，好握，谢谢你。我刚刚试着学那个表情，结果眼睛好痛。哪一个表情啊？哪一个表情？握手会死完捡到石头布玩起来，握到阿 K 的护手霜用完为止。护手霜我没有在涂护手霜啊，还是你们想要我涂护手霜吗？也是可以啊。先去幼稚园接走女儿，再来被君主电报。好的，那个已经超乎人体工学了，一张大概七秒上下，更短都有。陈之 K 那个表情太难了吧？陈之 K 要怎么那个？阿 K 应该知道穿到你那时间，知道。棒，阿 K 不用涂护手霜就很香了。问题发言。阿 K 请给我一个侧脸电我一下。侧脸难哎、欸，侧，这样有吗？这样有侧脸吗？问号。上次记得握手会握完手超香，真的吗？期待以后开合照会。哪没有，大家都说你很香，只有你们觉得我很香吧。那张要好好保存，这样我要买十张了吗？阿 K 没有用握手霜，握手霜真的我没有涂哎、欸，你们想要我涂吗？也是可以啊，真的珍藏，这个大家都期待。刚刚那样可能要去看什么健身中医。有啊，栗子也说你很香，真的，你谢你哦，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没有在用。
今天还是先不要好了，我看你脖子开太什么啊，哪有，还好吧，那我只好涂护手霜去问阿 K。 那这样子后面的人都是你的护手霜的味道，这样那其他人就去握折弓了，就会有那个手上的味道了。不过当时握包围成员的时候，味道都混在一起。你有闻到的是麻麻香，没有就没有，不用特别涂了。是说我真的没有闻到，但是真的要好好提前君主的握手会，把上次的讨回来。上次真的太短了，一下就结束了，就没了。到时候就用橙汁 key 表情很早，不要不要。其实握完君主，我一直想保存那个味道，保存那个味道。无聊哦，没有人想理你。当天我也要握你，你们都互握，你们都互握，真的很香，然后超紧张，真的很香，超紧张。是你很紧张吗？还是我很紧张啊？谢谢静的 love you。有画面，所以是谁的味道？问号。我们要十指紧扣吗？害羞。什么、啊？什么、啊？我很紧张，真的吗？我感还好哎、欸，我觉得还好，还好。上次夏日还是首次握手会，上次见面吗？还是上次活动？可以握手的粉丝。你也对紧张啊？对啊，我紧张。我左手阿布的味道比较重，右手就阿 K 的啊。你分开握吗？一手阿 K， 一手阿悲伤这样子吗？十指紧扣，现赚3000，哇塞！阿 K 的粉丝怎么特别有抚慰？这是个好问题耶，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啊？我当你的十大扶推人，我怕我们都会被杀。他们也玩一起支持阿 K， Happy Love 欢迎回来。我被阿潘吸走了，欢迎回来。耶，没图耶。看阿 K 直播边读书，可以吗？可以吗？这样可以吗？阿贝上招火的时候比较紧哦，我静静躲在角落观察。怎么感觉最近一直见到阿 K， 这个月又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对啊，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哎、欸，这样子也太害羞了吧？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都是君主教出来的，貌似是不是抚慰是有慰和阿 K 问号？我觉得可以，差不多可以练榜了，好哟。对，我都忘了我有冠红了，你不要这样子，你怎么可以忘记冠红？冠红在哭。快好难过，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超怕。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超怕、啊？不是很开心吗？好重的油哎！但在九月都会见到阿 K。对啊，我要去泡热奶茶睡觉了。好哟，怎么11点了 ？QQ， 吓死我！还记得跟他聊什么新干线，感觉都快要变成回忆了。那我只好跟冠宏十指紧扣啊！好好好好。期待呢，我只好什么躲阿 K 一阵才不会沾到抚慰。不会啦，没事啦，我这边没有啊，我这边没有吧？有吗？你们感情这么好，这不好说。真的要来换工作了，真的都看不到君主了他。啊，换工作，绝对是幸福的月份。我等你们的婚礼。好好，我要念榜了，我要念榜了。念榜念起来，第五名是 K， 谢谢你。第四名是阿 K Love， 谢谢你。第三名是庆，谢谢你。第二名是彼岸，谢谢彼岸。第一名是志伟哥，谢谢你。太大声了吧，妈妈！你的声音开太大声了，记得插耳机。这样就可以证明扮谁偶像了。九月是幸福的月份，没错。九月真开心，阿 K 的美与可爱，
阿 K， 你刚刚敷衍我的语气跟基督教为什么会敷衍我的语气，超想真假的，真假的。下次有三单真的会买的全窝君主好哟，这样可以证明泛水偶像。没有啊，我也这么觉得。今天阿 K 也辛苦了，不会哦，我也听到了，对吧？不想吃土就不去了，君主晚安，早点休息，爆笑。妈妈表示，反正你快关了，也可以。过我拿生血就可以。君主晚安，燕红晚安。握起来，笑死，身高都一样，算不算泛水偶像？大家晚安，晚安。我要思密，晚安。晚安，大家早点睡睡。晚安，礼拜五见，礼拜五晚上八点，八点见。谢谢俊俊的再见，撒由那啦。我要做咪，岳母大人，晚安，大家晚安，其实我爱你，好哟，晚安，晚安。礼拜五是我第一天上班，加油。谢谢开闸新之冠，大家晚安，星期五见。不要又什么设错时间，不会，八点设好设满，大家晚安。欧亚舒咪，星期五在日本人这么好，属于头油，谢谢阿 K， 晚安，晚安，拜普拜普拜普，拜拜。